午的时候，就在这个路口，从我的左边穿出来一辆车，差点就把我撞了。油价3.85啊！我操！你说今天那个，哎呀，丧心病狂的人特别多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今天了，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。要不然怎么着？这个纽约警方说要这个开展这个公务严打呢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大作用啊，是不是？该怎么着怎么着的，我操！这帮人也是我行我素惯了，你不可能再强摁着去喝水了，你知道吧？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6号，今天礼拜二了啊，礼拜二，现在晚上8:08。我刚刚接了2单啊，是16块多的这个7脉多啊。本来半个小时之前，现在天已经黑了啊，天已经下山了，差不多下山了有15分钟了。在7:30的时候啊，我接了一个单子，我就是发给我一个单子是16块钱，也是16块多，6脉啊，那个单子更好，但是这个手啊，就是哎呀，控制不了了。给摁掉了，我操！本来那个时候呢，正好太阳还没有下山，还能拍拍夕阳。现在呢，我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，才等到同样的这一单，但是呢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哎呀，就是不太想在天黑的时候拍一张。然后这，哎我操，我看导航啊，应该没有走错路啊。对，一单向东，一单向北，慢慢开吧。然后说，你看我今天看那个华人新闻说，这个在是华盛还是在哪儿，又有一个送外卖的。啊，这个年纪比较大，74岁，啊，被一辆车给撞的就当，哎，说，今天我碰到一个老太太还是谁，反正开车也是他妈的晃悠的，反正感�觉今天我碰到最少有3-4个这样的，哎呀，不太着调的司机了，很头疼。今天我这个中午送了一单，我从270多街送到了170多街，我这个跑了100多个街区了，是吧？跑了100个街区了，哎呦，这个差不多要半个多小时了，来回得1个小时了。还好价位还行，价位都上了20了，要不然我也不拍了。好像是21.9块吧，好像是，来回就18脉。哎呀，要不我右边有车，要不然我就转过去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哎呦，然后憋住了，你看这车开的把我憋住了，加速吧，没办法，这车它不给力。现在是加速到50多，这个这条路的限速是40，前面那个限速呢，哎，怎么变25了？不是25，应该不是25的意思，这边50了啊，50。哎呀，然后我们先送下的饭餐再说吧，我到这个路口要往右拐了，先这样，待会儿再聊。我刚送完第一单啊，还挺逗，一个老头，一个白人老头，但是呢，他的名字写的是，我感觉是中国人的名字。3个字母中国人的名字，应该可能是他们家老太太，知道吧？后来呢，他应该在那喝酒，反正挺老的。然后呢，看见我出来了呢，把食物拿过去之后呢，他可能觉得他应该给点小费，你知道吧？他就那个就说食物先让我拿着，他就掏兜里面啊，掏出一沓钱出来，一沓现金出来了，知道吧？至少我看呢，至少得好几百块的那种，就是二十一张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他在那数半天，哎呀，就是他意思是想给我一个。可能给我一个10块钱的这个小费，还是怎么着吧？哎呀，在那里数半天也没有零钱也没啥的。哎呀，我看他在那挺磨叽的，我就跟他讲算了吧，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赶着急着送下一单嘛，我就算了，无所谓吧，等下一次吧，我就把食物给他了，就啊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就拜拜了，我操，你知道吧？就哎呦，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多大方啊，这个就是他开始问我有没有零钱，你知道吧？我说我没有零钱，他我知道吧？他但是他给20吧，他有点舍不得，你知道吧？给20块钱小费，他有点舍不得，知道吧？他就问我有没有10块钱零钱，我说没有，我在等。哎，算了，我说就是下次再说，知道吧？我就把东西把食物给他了，我就赶紧走了，我操，知道吧？还挺逗的，应该在房间里面喝酒了还是干嘛了吧？哎呀，无所谓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，就随时你看到没有，很多老外啊，其实还是有现金的，哎，都从兜里面掏一沓，我操，哎，还是有现金，非常有意思啊。然后，讲到这个钱，哎呀，讲到这个钱，我这两天有网友留言啊，说这个，说这是我昨天嘛，昨天我不是在这算嘛，我算那个说这个有一个老外在我面前嘚瑟啊，他那个3天20多个小时，26个小时做了600来块钱，我说我60个小时我才做900块钱，我操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有点，嘿嘿，昨天在这那个。等人抱怨了几句啊，然后有一个网友就留言说加州啊，加州最低工资啊，他说是21块钱，我操，我说真的假的，我操，搞得我都想去了啊，哎，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在那纽约市里边是这个价位是多少，但是纽约市里边开车吧就有一点麻烦，就是他需要提牌，没有提牌你开不了车，你接送不了客人，
但是呢，如果你开车去送外卖呢，也 OK， 但是呢，就是不好停车，容易吃罚单啊，比较亏得慌。但是所以很多在这个纽约市送餐的呢，还是以电动车为主，电动车自己车为主啊，这样的话也比较赚啊。听以前的朋友说，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月能搞到个，就是一天干10个小时以上的那种啊，至少得搞到个5-6千块钱啊，刨掉房租吃饭钱，对吧？剩个4-5千是没问题的嘛，因为他们有车，车辆没有消耗嘛。就是电动车的话，一年可能会被偷个1步2步的，这差不多也就是1-2千块钱的这个损耗而已，是吧？所以说加起来还是比较挣钱的。一年的话，没有其他，就是不算其他开支的话，就是除掉吃住以外的话，他们像他们骑那个电动车，骑自行车，在曼哈顿或者在那个 Queens 送的话，一年落个3-4万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开车的话就不好说了，随便修个车就好几百，随便修个车好几百，你好不容易上个月刚攒了点钱，你看没有？刚修完300块钱，现在要修600块钱的东西，哎，你看没有？哪里攒得到钱？开车是最恶心的。所以说我呢，我是一直想去，但是呢，我也找不到好的这个，哎呀，好的机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去吧，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先要适应嘛，是吧？然后你要找房子，要这那的，反正，哎，总是就是一个人就是有点倦了，就是不太爱动窝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强烈的那种动窝的意愿，啊，不像刚来的那个时候，我操，说去新泽西就去新泽西，说去佛州就去佛州，买张票就过去了，特别轻松。但是我现在嘛，就感觉你去哪都有点束手束脚了。那个朋友他几次邀我去西雅图啊，去加州啊之类的，哎呀，我都感觉我有点束手束脚了，我就有点哎呀动不了那种感觉。哇，这个现在日落半个小时了，这个天边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漂亮的，但是这边有树挡住了，哎呀，所以说没办法，所以说只能在这憋了吧。我都不知道是要憋到什么时候，哎，不知道憋到什么时候啊。你说上学吧，学习吧，又哎，又没有什么心思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该下的什么课本呐、啊，该下的字典呐、啊、词典呐、啊，我都下了，你知道吧？就等着我去学了。结果呢，哎呦我操，这车有毛病了，这车是在干什么？我看看谁在开，一个黑人老太太。我操，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修路啊，还是堵车呀，还是有警察呀？这个地方，我说的是高速上啊，高速上这边堵了一路了。哦，有车祸是吧？应该有车祸了。对，今天一路上车祸都有，我见到的都有3-4起了。今天也是奇怪了，为什么？特别的这个，哎呀，感觉特别的，特别的这个事故特别多，而且呢，乱开车的人也特别多，一些妖魔鬼怪全部出来了。是不是这个7月半这个封印一打开，我操，这些牛鬼蛇神全出来了，哎呀，真是不得了！这地方修路，我操，这边全是挖机啊，全是挖机，三四台挖机。我看一下我，前面到了啊。好了，今天呢晚上没有啥事啊，今天生意吧一般般，跟上个礼拜五差不多啊，不是特别好。上个礼拜一做了一碗干饭，礼拜一、礼拜二都做了一碗干饭、两碗干饭。这个礼拜一的话，我今天的话，刚刚一碗稀饭而已。哎呀，好了，先到这儿了，拜拜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搞笑，我需要记录一下。为什么？刚刚送第二单的时候，那哥们呢，又也给了我一张10块钱的小费。我操，等于说，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说我能不能拿到这10块钱小费，我去上一个顾客那里把那张20的给换回来呀？哎呀，这个真是脑子就是。哎呀，就笨了一下呢，早知道身上就应该备个5块钱、10块钱的这种零钱，就是预备万一这样的顾客需要找零呢，我今天不就有20块钱的小费进账了吗？看到没有？就是笨了一下。当然我自己本来的个性就是不强求啊，但是，哎呀，今天晚上碰到给小费的几率竟然是个 double， 就是有两次能碰到两次都有人给我小费，那我就觉得我下次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那我肯定是要把这个。那我肯定是要把这个零钱放身上吧，这样的话我对不对？人家想给我的话，我就好找零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因为很久很久没有遇到那种给现金小费的，我就身上我就基本上就不会带那种现金在身上了。哎呀，但是今天你看没有？哎呀，非常搞笑啊，非常搞笑。不过还好了，至少我得到了一张是吧？得到了一个10块钱的小费。哎呀，算是还 OK 了，反正我自己其实说心里话啊。昨天呢，是因为和别人对比，是吧？别人这个26个小时做的600块，所以说心里会产生落差。其实我自己来说，一个礼拜给我一个900块钱的，你看我做6个小时，我做60个小时一周是吧？我上周做了60个小时，900块钱，平均摊一下的话，我一个小时也是15块钱，就是说等于是符合纽约那边最低工资的是吧？是长岛最低工资也是15块钱，之前的长岛的最低工资是12块钱还是13块钱？反正长岛的最低工资是比较低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我去长岛的那些仓库啊，一些东西，就是去打电话去问的时候，他们当时说的好像就是12块钱还是13块钱，还需要报税，还有乱七八糟的，知道吧？当时长岛的最低工资是很低很低的。
纽约市要高一点，纽约市的时候好像那时候是14块钱，反正没有到15块钱，15块钱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的，反正至于有没有17、18的我就没有听说过。嗯，就是我要表达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，一个礼拜给我一个900的差不多我就够了，我就够了。我也没有想要的说啊，你这个你一天给我个400、500的那种啊，你一个礼拜给我几千块钱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。我知道这行根本赚不了那么多钱，如果你想赚那么钱的话，无非用时间用你的体力去砸所换回来的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一天干15、16个小时，妈的你一个月30天你不休息，这样的话你一个月能不能干到这个10000块钱的是能干到，但是呢你会把自己给干废了，就等于说你这10000块钱你的未来肯定是要给医院的，知道吧？绝对是要给医院的啊，所以说那就不划算了。行吧，今天不聊了，今天这个现在8:30了，这个4.52.4嘛，现在8:30，基本上我今天就收工了，收工早点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哎呀，这临到了了，还接了这样两个单，确实比较搞笑啊。看来我身上确实得放点零钱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哎呀，这个明明能够得到的钱得不到。